师傅，时间让太阳都改变，是不是能改变一切？是，也许吧。这么看来，师傅，时间真厉害，连回忆都能磨灭。非也，非也，被称之回忆的都是我们无法磨灭更无法改变的过去啊。那怎么？他们回想过去不再过于伤痛，不是回忆被磨灭，只是时间长了看待事情的心态改变了。心态？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晴空万里也好，乌云密布也罢，都能或潇洒或从容地回望过去的那些事，那些人。